重要。然后我最那个好方式是我的师发。对，我每次见到沙老弟老师视频的时候，我有时候看到他师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帅好帅好帅。我相信底下是不是都是觉得，是不是底下的我们利路社老师的粉丝是不是都觉得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每次我看到利老师师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潮。然后每次一般一般人觉得好潮，一般人觉得没有洗头发。你说有可能是他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是这样，就是我像发现用了速式吹风机之后，我发现我开始慢慢喜欢上吹头发这件事情了。我们去那个洗完澡，然后看镜子，感觉好帅，是吗？然后想保留那个造型，是的，看所有的粉丝。